火箭少女101段奥娟，请发表你的未来宣言。不好意思，原谅我刚刚哭得太凶，现在有点丑，忽略这些。感谢两年以来姐姐们一直包容我，包容我的调皮，包容我的任性，一直给我空间，给我时间，让我去成长。一想到以后的化妆室里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了，然后我们吵团我也听不见吵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都要学会自己长大，要学会坚强。感谢腾讯视频给我们这个平台，让我们相遇。感谢我的经纪公司，感谢挖唧唧挖的经纪团队们对我们的付出，感谢这个舞台，为这个舞台所有付出的工作人员们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这两年谢谢姐姐们，也谢谢所有人的帮助，是你们给了我勇气。我想勇敢地说，火箭少女101段奥娟再见。我是段奥娟，未来请多多指教。段奥娟，请走向属于你的花路吧。